醒的哦。哎呀，哎呦，好，现在我们要找一下，找一下，看看谁会比这位先生是好，来来来，因为他的老婆。哇，哎呦，没关系，我们大家帮你看的啊。楼上空气有比较好吗？还可以。好，刘先生来，现在我们马上要开始了啊。没问题吧？哎，这个对于许孝顺来讲好像太难了啊！预备，预备，请开门。尤其美凤姐，你学的最好，我还以为我这里难度已经很高了，对啊、后来才想他还要对那个人做同样的动作，哎呦，好恶心的，太恶心了，好恶心的，好恶心啊！这有什么恶心？你们又不知道答案是什么？对，其实小董表演的很好，哦，真的吗？啊，而且整个动作跟脸型很登对，看得出来，我就知道标准答案了，解码台男主角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太厉害了，对不对？完全答对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你也觉得是青蛙？你觉得这位刘先生表演的是青蛙？乖乖，我没有看过长得这么巨大的青蛙。哎呦，我这蹲下来，我以为是澳洲的大牛蛙。我本来是猜罗威纳的。罗威纳？我没想到我表演过怎么变青蛙了呢？你再跳一次看看。没有，他是想再跳一次。不是。你知道这又像青蛙了？因为刘先生的个子高，所以声音就低。刘先生，您刚看到美凤的表演是什么？我知道你是不太容易看清楚。应该是青蛙没错。也是青蛙。哎呦，我们表演最好的美凤姐，黑青蛙。一看就知道电视影集《双峰》。像条狗。像条狗。哎，你是个狗东西。这叫家有贱狗。哎。不是啊。这个里面这答案总要有点创意。嗯，这个狗不大，要不然你看看，这叫吉娃娃的春天。哎呀，好乖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啊你，要不要赶快反叛一下，反对一下？你真的觉得是狗吗？吉娃娃的春天嘛，而且他看到嘴巴都勾芡了，勾芡又来了。太白粉又勾芡，哎，我真的没看过施文斌这败掉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？比催眠的时候还丑哎！啊，我根据他的动作，他第一个动作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嗯，这是猫熊，猫熊不是脸上这样，他第二个动作趴下去，对不对？然后脸部表情很激烈，嗯，是像马来貘，所以这可能是猫熊跟马来貘混血，哎呀，叫做猫来貘。叫马来猫。不过我现在想想，他那个脸部有点像飞哥，那就叫猫飞好了。我知道我自己会弹。你受到这种羞辱，你要不要提出反击？好像哦，我觉得我表演的不好。为什么表演的不好呢？是因为许孝顺给我表演的太好，感觉不太像答案，因为他长得真的不太像蜥蜴。蜥蜴是我爸爸的名字，你这样侮辱。等一下，我们出来让后面的人看一看，你表演到底像不像？对呀，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个蜥蜴啊，基本上它吃东西有它有两种状况，一种就是用舌头舔。对。第二种呢，就是用喷水把它射下来。又来！哎，小心啊，各位观众啊，变色龙来了，走开！过来啊！好恶心哦！蚊子还自备矿泉水，可是跟青蛙也差不了多少，都是爬虫类啊，因为我没有尾巴。哎，太厉害！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